优美的大小提琴，四个人的演奏，让人听甲是芒叔叔。台湾国立的交响乐团，再来着《哈利波特》甲迪士尼的《木偶奇遇记》的电影配乐，为2023台南国际音乐节开开着序幕。今日有一天嘛，发生着这电影人物为《哈利波特》电影的交响音乐会做着宣传，想用他的魔法棒开启2023台南国际音乐节魔幻音乐之旅。从第一届开始，一年比一年精彩，一届比一届可期。所以我想，今年总共有10档11场的这个演出，每一场都是精华，每一场都是重磅。因此呢，欢迎大家来。其中一提表示讲，2023台南国际音乐节的卡斯阵容相当的坚强，会当让人有全新的感受。去真济场的音乐会门票已经是卖完，可见未演先轰动。邀请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来演出，也有本地，还有包括台南市民族交响乐团的一个重磅演出。那中间许多演出已经未应先轰动，已经票都已经卖完了。那我想这个部分也见证了许多观众、许多乐迷、许多市民朋友们对于音乐的爱好。在今年台湾国际音乐节规划着未来之声和音乐万象两大主题，9月2号来开幕，由着跨界小提琴家大卫盖瑞再来着第一场演出，接续到10月14号进行闭幕，各十场演出相当有看头。而第三届台南国际音乐节总共规划着10档在场次的音乐会，演出地点包括文化中心的专业的场所之外，嘛来扩及到户外甲山区，包括北电武义纪念园区、台南山上花园水道博物馆、甲台湾西路顶，要让民众伫轻松气氛当中享受着音乐盛宴。南天新闻台以下台南采访报道。